在很多耐力运动的动漫里，斗志或是意志力是很重要的元素。角色们借由超乎常理的意志力，使出超乎常理的运动表现，逆转情势，增加戏剧效果。现实中，关键时刻的意志力的确能让运动员更加专注，维持强度，或是获得重新启动的力量。意志力到底是讲干话还是有凭有据？什么时候该使用意志力？意志力也可以训练吗？在各个领域场合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意志力，这集着眼在意志力和耐力运动训练跟比赛的表现上，有时称为斗志、坚持、恒心、毅力等等。在强度训练和竞赛时，意志力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的时间点，往往是在跟对手竞争时，或是试图克服体力极限或身体抗拒的讯息时，内心的一个声音或是想法驱使身体再多努力一下，再试试看，或是使出更多力量。意志力在运动心理学中属于心理韧性的一部分。有优异心理韧性的运动员会积极设定目标，投入需要的时间和心力来准备比赛，在赛场上保持动力和专注，判断自己、环境、对手的情况，在执行比赛计划和弹性应变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在关键时刻发挥意志力，克服生理上的抗拒和极限，争取领先优势和排名，达成赛前设定的目标。简单的说，对运动表现有帮助的意志力是建立在充足备战、理性分析、执行和应变赛场状况上，在最后关键时刻或达到极限时成为一股推力。那意志力到底对运动表现有多大的帮助呢？有不少试图量化意志力影响运动表现的研究。根据 Runner's World 2013年的一个专栏文章，英国史丹佛郡大学博士班研究员 John Ho 针对了这一方面进行了研究。Ho 以自己开发的量化表，以信心、自我控制力、毅力这三点来衡量跑者的心理韧性，得出了强韧的心理韧性可以对完赛时间有 14% 的助力。但毕竟这些数值都是跑者自身主观的感受，每个受测者对上述特质的衡量标准都不同。在繁复演算归纳出的 14% 助力，每个人的解读也都不一样。无论如何，这也算是个有趣的研究，支持心理韧性对运动表现有正面的帮助。相信有从事耐力运动竞技或自我挑战的朋友都有使用意志力的经验或感受。大部分人会认为对于达到目标有很大的帮助，生理上的帮助难以验证，至少对于心理上有很大的影响是肯定的。意志力使用时机、场合和频率每个人有很大的差异。斗志派教练会鼓励选手拿出意志力来克服各种艰难的训练，这样比赛的痛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不少顶尖选手和运动爱好者适合或习惯这种方式，但也有人练习时一直发挥意志力，排除万难横扫课表，海放训练伙伴，比赛时却因为心理疲乏或反而压力过大造成紧绷而发挥不出来，变成训练型的选手。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让人羡慕又嫉妒的朋友，训练强度没有很大或很累，常常弹性调整，但比赛的时候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斗志满档，创下让人跌破眼镜的成绩。这种就是比赛型选手，有时也不是他们故意不尽力训练，而是他们的心态很自然的在训练和比赛之间切换。当然，如果受到运动伤害、意外因素影响，如果继续坚持训练和比赛会使伤势或风险加剧，还是要理性衡量状况，做出理想的决定，不是一昧的用意志力继续硬靠。意志力是建立在做足了其他心理韧性的要素，而这些要素需要透过实际行动来达成。譬如训练累积了一定的实力，把装备和补给打点好，没有后顾之忧，了解赛道和竞争对手，根据自己的特性和实力制定合适的计划。有了这些准备，
就可以比较放心或是建立信心，在很累又要争取排名、维持配速或克服撞墙时，心理上会更加笃定放手一搏，或是不想浪费了这么多的准备而多坚持一点看看。意志力也跟动力很有关系，这跟个人特质、需求、生活环境背景有关。东非选手为了要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在训练营以苦行僧模式刻苦训练，比赛尽力跟着领先群拿下前几名，甚至获胜的奖金是他们意志力的一大动力。而在已开发世界，除了少数职业或科班选手为了职涯而努力，绝大多数投入耐力运动的选手、运动爱好者都是为了突破各种纪录、个人自我达成、享受竞技追逐排名或是为团队荣誉而参加比赛。动力不外乎是不想辜负自己的努力或帮助过自己的人，向自己或特定对象证明自己，或是纯粹喜欢赢的感觉。漫画《马拉松硬汉》和奈绪子在角色的动力上有很多琢磨，在正反派角色上也有很类似的区别。例如《马拉松硬汉》主角高木一马，以已故父亲的亲情和友情为力量，而伊索比亚马莫则是以赚钱扭转人生为目标。奈绪子的主角伊吉雄介也是以已故父亲、家人亲情和友情为力量在跑，而死对头黑田静则被塑造成没有感情、纯粹为了创纪录赢比赛的选手。无论是什么动力，小弟认为在保持良性、公平竞技的情况下，若能发挥意志力让自己不留遗憾，或是增加比赛的可看性，甚至让人动容，都是正向的能量。你相信意志力吗？你都什么时候使用意志力？你有什么保持意志力的方法吗？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讨论。